旗袍，不要着急，年轻人是吧？哪有一上来就放王炸的呀？是不是？你见过谁一上来就穿旗袍的？是吧？哪有这种人呢？啊，不要着急。好，哎，这个069呢，咱不用管他，是吧？随他自生自灭，我就看你了，怎么的？我就看你了，他还能打我不成？等等。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什么什么东西叫了？等等，是我录多了，幻听了？是这只鸟吗？这鸟和我的鸟不一样啊，这鸟有颜色等等，这是只鸟啊。你刚才犯牙送的饭卡，等等，这是只鸟啊，无害的小黄鸭，看着不像，哎呦，等等。这是啥呀？这明显感觉到是第六层了吧？就第三层的这个 SCP 的研究所了吧？对不对？这明显是第三层。如果说把这层打开的话，那基本上我们要去下到更牛逼的这个地方了。嗯，我感觉，嗯，这不是我车唱的小鸭鸭吗？齐桑，齐桑，我可爱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那只鸭子，那是个毛的柱子，那是个鸭子。什么东西在鬼叫啊？我听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鬼叫啊？是我的问题吗？这是啥呀？嗨，嗨，宝贝儿。哦，戴上眼镜之后呢，看到了，发现了新世界啊！榜一啊，榜一我也不知道啊，好久没直播了啊，已经，哎呦，这还成群结队出现呢，大爷，别吓我啊，年轻人，咱冷静一点啊。不是，刚才是我录多了吗？出现幻觉了吗？我刚才怎么看见一个人出来了？你别动，动他会死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觉得你们是在骗我。误读排比长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不信。我不觉得里面有东西。哦，等等，我们来到了新世界，这什么地方啊？等会儿这有个大门，这门要不要刷卡？滴滴，骑上我可爱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，咋的啦？咋的？呦呦呦！不能碰它！我现在知道了，不能碰它，碰它容易中毒，看到没？碰它容易中毒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碰它容易中毒，这东西不能碰，不能碰啊，不能碰。它可估计是一种病毒之类的这个东西，是吧？哎，病毒之类的东西，有谁知道这个啊？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怪物吗？是吧？哟，可爱的皮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这不啊？咋了？咋打不开呀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这打不开是啥意思呀？咱们不能带着这个东西是吧？哦，一直摁也没用啊！好像什么东西过来了，我现在发现有点慌啊。穿衣服，然后这好像什么东西过来了。哎呦，我操，大爷！别！
不是大爷，哎呦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大大大大大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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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事打电话。说好的盛世美颜呢？这美颜不盛世吗？啊，这什么？这什么呀？五，感谢迷茫兄弟送的一个火箭。哎呀！这我是误入魔教了吗？不是这开始群魔乱舞了吗？吓得我都裂开了！哇，刚才是发生什么东西了，兄弟？这么恐怖吗？今天是个好日子哟！好，不要慌。千万不要慌，这个时候看看这里面。